告诉大家注意点安全啊。哎，好。哎，对了，刘浩学呢？刘浩学生病了。这个刘浩学，他怎么老生病呢？他虽然年龄小，重活干不了，可以干一些小的嘛，能干的活嘛，不能老不参加集体活动嘛。生病了，有医生证明吗？没有。王永平，我们连长批准的。王永平，到。他还听不见啊？咋回事情？没事，指导员问刘浩学。刘浩学病了，我批准的。慢慢呼气，来，再来一次。起来吧，一切正常。不是，先生，我怎么正常啊？你的心脏跟肺都没有毛病，当然是正常啊。我肚子疼。你到底哪儿疼？我胸闷，夹着肚子也疼。坐下。这儿疼吗？疼。这儿呢？疼。这儿是不是也疼啊？疼。你啊，赶紧起来去工地干活啊。别让我加强吧，我是真有病。哎，刘浩学，你怎么又来了？我是又病了。哎，姐，你还有啥活干？我帮你干。怎么回事啊，翠翠？前天浩学看完病，帮我干了好多活，扫地、烧水、洗绷带，可能干了。简直是胡闹嘛！他是骑兵团的战士，又不是护理，他的岗位应该在工地上。人家可是带病帮我干活的。你呀，被他骗了都不知道，他是装病逃避劳动呢。好啊，你刘浩学，你敢骗我？姐，我没骗你啊，姐。走，跟我见门指导员去。哎，别，姐，我真有病啊，姐。行了，翠翠，他就是个孩子。徐大姐，她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混了五年，如果不好好学习改造，将来一定会犯错误的。谁让咱们是骑兵的了，干工兵的事情那也得讲速度。哎，周参谋啊，我帮你添炸药吧。这可是技术活，弄不好要出人命的。我干了十来天，看都看会了。真的？真的。小心点啊！哎，好，哎，啊，喘口气。好。哎。
放松呢，腰不累吗？军校留的传统，这到共产党的部队，腰杆更得挺得直了点了。哎呀，老曹啊，嗯，起义半年多了，你就没悟出点啥道理？啥道理？你看，就拿解放军为啥经常打胜仗来说，起义之前，那咱装备多精良啊，吃的是大米白面，修路修工是永民夫，可打起仗来呢，一个一个跟塌了架的黄瓜似的，蔫了吧唧就顶不上去。你再看看现在，啊，干的是民夫的活吧，吃的是玉米面饼子咸菜疙瘩，你看看，一个一个跟小老虎似的。你说的这个对着呢。你看啊，人家共产党一不打咱们，二不骂咱们，可你就是愿意干嘛？这就得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共产党让咱们这些起义的兵啊，从思想上彻底改造，这是对的，这样才能从精神和肉体彻底获得新生。到底是念过军校的人啊，懂的就是多。咋的？我说的你不信？哎，那不敢了。你现在是团里的参谋，在党的人，用这个新话咋说呢？首长嘛。刘参谋，他人装好了，你来检查一下。马上来了。操！你再好好琢磨琢磨。炮没响，哎，卧倒卧倒啊！还有一炮没响呢，还有一炮没有响啊！都趴下，我去看看，这事归我负责。炸药是我装的，我也去。二，傻子，不要逞能。曹连长，咱们能这么说话的吗？这怎么能叫逞能了吗？那咋说呢？这所有不懂，出了事情咋办呢？祥子，小心点儿！我打，我打。祥子，哎，你没事吧？我没事，这怎么？你没事吧？我没事。老总，祥子，老刘，祥子，怎么样？伤着没有？没事，我这身体啊，没事。不行，怎么了？腰病犯了。来，腰，把东头们扶下去。不行，同志们，我们要向巴黎祥子和窦参谋学习。向巴黎祥子。求的。有啥好学的呢？人都埋到里头，差点出不来了，还学啥呢？同志们，通过我们半年多的考察，也通过在座党员和骨干的努力，团首长同意我们在这支起义队伍里边发展一批党员。好。
好，通过大家的介绍，我们综合了一下，有这些同志，大家来看一看。一个是巴黎祥子，一排长王永平，炊事员王英山，三排长斯拉夫，还有战士陈静福。我们认为这些同志在各方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大家看呢？同意，同意，同意。好，那既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定下来了。接下来我们采取的是一帮一，现在我们把人员分一分，好不好？指导员，有一个问题。巴林祥子呢，跟曹连长关系可不一般，而且斯拉夫他们跟连长走的都很近呀。这样好吗？我们就是要把曹海林同志身边的那些个进步大的、符合党员标准的同志拉进党员队伍来，他们进步了就可以更好的影响曹海林同志，你说呢？是这个理儿，您的办法好。指导员，曹连长身上是有一些军阀作风，对，有时候他开口还骂人。是啊。同志们，我觉着，如果要是对曹海林同志有意见的话，可以当面提出来，背后议论同志不好，你们说呢？对，好，那么下边呢，我们把人员分一分，啊，一班长，到，你来负责巴黎祥子，是，小刘啊，到，你负责王永平，是。参不参加共产党，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啊。要我说，我不参加。这个当年啊。在盛世采豆部队里头干排长的时候，连长那就让我参加国民党了。我说我不参加，我一个当兵打仗的嘛，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参加那个党有啥用呢？结果是后来啥，我当了连长了，那团里头来了一啥狗屁训导员，那把这个花兵册打开以后，排上干部那都画了个圈圈，罢了以后啊，那让我请他吃一顿手抓羊肉呢。吃饱了那走了，我成了国民党。连长，你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参加？这个大主意啊，还是要你们自己拿的。啊，要是我说，现在共产党解放军和以前的国民党军队确实不一样，那指导员的权力比连长大吗？是不是？你们没有看出来吗？有啥事情，只拿指导员说了算。对呀，就是谁当个帮凤，也得指导员说了算的嘛。连长，要我看，咱全参加共产党得了，免得老听指导员吆喝。哎呀，像这个你们也知道嘛。我和刘自强这个梁子，算是结下来了。我的意思啊，以后你们还是离我远些，不要让我影响了你们的进步。连长，你这叫啥话？当年你把我们从河津草原带出来的，这么多年了，你从来没亏待过弟兄们呢，是不是？是啊，是吧？连长，祥子说的对啊。弟兄们，有你们这个话。我心里头知足了，但是今天我也跟你们说一句，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啊，一朝天子一朝臣，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跟你们说，以后刘自强让你们干啥就干啥，不要说半个不字，明白了没有？听见了，听见了。连长，你现在是宪切连的连长。啥时候选拔县七连人员的时候，你弟别忘了弟兄们。我跟你们说，你们都是跟我敬和阿里的，就凭这一点，你们谁都跑不了。啊，曹连长，指导员让你去趟连部。啥事情？李指挥跟程干事回来了。知道了。1950年3月1日，进藏先遣连在外训营地召开了第一次筹建先遣连的碰头会。值得一提的是，这第一次碰头会就在充满火药味的争论中拉开了序幕。是啊，我心里边也着急呢，也想这个事儿呢。这不，团长，
让我们合计几个方案，明天上报师部。好啊，报告，进来。哎呀，李股长啊，老曹，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程新志，程干事。呦呦呦呦，曹海林，曹连长。你好，你好。你看我啊，早都听这个邹参谋说你来的，欢迎来祁连啊。曹连长你好。好，好，好，老曹，老曹，先生，这样坐坐坐啊。咱们，咱们几个开个会，作为先遣连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内容呢，咱们商量一下组建先遣连的事情。团长也说了，叫咱们想几个方案，明天呢上报实质，好不好？老刘啊，你先说一说。好，那我先说。嗯，我认为呢，从团里边，甚至是从全师，选拔军事上、政治上，都过硬的同志，组建一支先遣连，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这也是团长和师长的指示，我们应该认真的落实。老曹，你有什么想法？我不同意刘指导员的意见。啊？哎，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要我说，应该以我们七连为班底，组建进藏先遣连。为什么？我是连长，这些老骑兵都是我的部下，跟了我很多年了，我对他们很了解。谁眨个眼睛放个屁，那我都很清楚。齐二，这些人里边有很多人都是跟着我当年进过藏北的，对那儿的情况很熟悉。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藏北的情况非常复杂，另外，从地图上看，阿里地区离国境线非常近，起义连呢，毕竟是一支起义过来的部队，万一要是出了问题的话呢？刘指导员，你啥意思？在你的眼里，我们这些起义过来的人就没有好人呗？曹连长，我没有这么说嘛。那你啥意思？那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心里要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我有啥鬼呢，刘指导员？哎，你在我们七连待了半年多了，哎，我的人怎么样？你有眼睛有耳朵，你是没看见还是没听见？曹，什么叫你的人我的人？在你的眼里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我咋就没有组织纪律观念了？好了，不说了。啊，今天我们开会的内容啊，是组建先遣连。题外话呢，以后再说。啊，老邹。你有什么想法？有些情况我还不太了解。嗯，还是让我多听听，多听听，多听听啊。好，多听听也好。这样，新志，把咱们合计的和调查的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好。这段时间啊，我们到各连队跑了跑，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呢，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初步想法。是以骑兵团骑一连为基础，人员呢可是占到三分之二，或者是四分之三，然后再从其他的部门呢抽调一些政治和技术过得硬的人员补充进来。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啊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有利于啊在藏北开展群众工作。我仍然认为从全团全师抽调优秀的同志组建先遣连比较合适。李股长，今天我也表个态，我们骑连。就没有一个长松。好了，我知道了。我们今天谈的是组建先遣连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可以有两个，也可以有三个，对不对？至于不同的意见呢，随时提，咱们随时解决。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今天就把这几个方案明天上报师部，好不好？同意，同意。我同意，完全同意。师长。1950年3月6日，独立骑兵师召开了确定先遣连组成人员的重要会议。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好的连队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党员团员来组建一个连队。你说的是曹海林的起义连？是，我说的是起义连。理由呢？理由呢，有两个。第一个呢，组建一个新的连队呢比较慢。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干部和官兵呢之间互相不了解，容易产生矛盾。第二个理由啊，我们这回进藏条件十分艰苦，
对战士的体能呢要求比较高，而七一连呢经常在高原作战，他们的体能要求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刘自强同志到，你作为七一连的指导员，你有什么意见？我认为狄三同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七一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该连队是一支起义过来的部队，由于我军近期战斗频繁，时间紧张，所以还没有好好的进行整训，尤其是思想政治方面。我认为远离主力，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是有一定困难的。另外，关于连长曹海林同志，该同志作风勇敢，尤其是战斗作风，但是该同志在思想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虽然该同志对阿里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如果一定要去的话，我建议是否让该同志担任部队的向导工作比较合适，所以我认为第一方案是最为稳妥的，我赞成第一方案。你们团里的意见呢？起义连是去年925起义的骑兵连队，这次修路的战斗中表现十分突出，有不少同志立了功。司令同志到，听说你们支部正准备在起义的官兵里发展一批党员。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有了重点的发展对象，工作已经开展。师长，我觉得起义连的官兵呢，它是由蒙汉回还有锡伯等七个民族组成，他们好多人呢还去过阿里，而且曹海林呢作风比较顽强，带兵比较严格，我觉得实行第二方案要比第一方案快而且实际的多。进军西藏任重道远，彭老总特别强调政策纪律和作风过硬的问题，要准备吃大苦打恶仗。李第三同志到，你有多大的把握保证带好这个连队啊？师长，我一个人没有多大把握，但是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保证能完成金藏任务。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狄三同志，为了加强先遣连的力量，师里已经决定调师侦察科的彭军同志到先遣连担任副连长和支部委员。这太好了。彭军同志正在执行进藏道路的侦察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征求他的意见啊。不过你们放心，师里军里和整个新疆军区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我在这里可以拍胸脯，你们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保证供给。老李啊，我看起义连的老骑兵们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啊。怎么样？情况暴露出来了吧？说明我们这样一个起义过来的部队，在思想上还不够统一，同志们的觉悟还不是很高。老刘，我倒认为啊，刚开完会，允许同志们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你说呢？再说啊，开会的时候不有几个同志也举手表决了吗？是，巴黎祥子、王永平、一排长、三班长，这几个人都是我们党组织的发展对象，他们当然会表现得好，可是他们在全连的比例只占了十几分之一。老曹，以后咱们连会有几百头牲畜，可不能没有兽医啊、铁匠啊什么的，啊。李股长，你放心，我曹海林说过，骑兵一连就没有一个是长松。求的，刘自强本来就看我们这些人不顺眼，啊，你们还不争气，支支吾吾，支支吾吾，让你们表个态也不表，你们自我啥着呢？我是当着师长和团长的面都把牛吹出去了，说你们都是真正的老骑兵啊，咋了咋了的，你们就这么表现着呢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里头除了刘浩学，还有少数的几个人以外，你们都跟我去过藏北，那个地方是很艰苦，我也知道。可越是这个时候，就越是我们表现和立功的好机会，知道不知道？
知道。吴明，你往前都走。我跟你说，你是连里头唯一的一个兽医，你要去哪？连长，我跟你去过藏委啊，可能是天气暖和的时候。你打听打听，谁这么大的冬天去藏委，很危险的。啥意思？连长，这次去藏委阿里，我虽然没跟您去过，不去是不是？马上给我写退伍报告。不是，您听我把话说完呢。我的意思是说吧，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不管怎么样，这次你一定要带上我去。好，算你一个。今天我要把话给你们说清楚，你们还要认我这个连长和兄弟，你们就向王同学学习，给我写决心书、前战书。团长，王同学那是咬手指头写血书。我不管用啥呢，一句话，坚决要求进藏。谁要是不写，谁就是个嚷怂，嚷怂就给我滚蛋，把地种起。连长，你别生气，让我们二大叔好好想一想，他不会给咱们起点丢人的。嬉皮笑脸的干啥着呢？急啥眼睛呢？心脏不信？说话，去。连长，你看。刘队长，彭参谋有消息了，快点议出来，师长正瞪着你。是。刘二，彭参谋联系上没有？彭参谋电报刚收到，正翻译着你。哦。师长。给彭新云回电，让他安好路标，立即返回玉田。是。师长，我有一个请求。啊？什么请求啊？我坚决要求参加先遣连的电台队工作，这是我的请战书。哦，我同意。哎，刘景辰是先遣连的电台小队长，你得问他呀。嗯，师长，李一三和我交代过，先遣连不要女的。听见了吧？人家不要女同志。我不管，刘队长去我也去，师长同意了。我说了不算数啊。李第三是先遣连的总指挥，先遣连的事儿他说了算。刘小雪，你也不要哭了啊。我不同意你参加先遣连呢，也是为你好。这次这个任务非常艰巨，非常危险，你毕竟年龄太小，啊！再说呢，曹连长最了解你了，啊！你身上有一些缺点，而这些缺点呢，我认为不适合参加这次活动。就是个娃娃嘛，他就算浑身都是毛病，他能有多少毛病？老曹啊，他身上的缺点你最清楚，如果因为他拖了整个部队的后腿，这个责任谁负啊？我知道，刘浩学的身上是有很多毛病的，那是以前我惯的，是我不好。但是今天我可以保证，以后他绝不再犯。老曹，你怎么保证？你拿什么保证他？刘自强，今天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你不是不相信刘浩学。你是不相信我曹海林？曹海林同志，老刘、老曹，你俩都冷静冷静，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刘浩学够不够进藏的条件，不是可以商量的吗？怎么商量呢？啊，这是个组织原则性问题嘛。刘浩学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啥情况嘛？就是个娃娃嘛，他有毛病他可以改嘛。他身上的毛病不适合参加这次活动。为啥不适合？他就是不能够参加嘛。龙妈，你干啥着呢？我也要写血书。
刘浩轩，疼不疼？好着呢，老子没白疼你。可是连长，我不会写字儿。过来，过1950年5月22日，进藏先遣连从全师选拔的136名人员集中报到。人员由汉、藏、维、回、蒙、锡伯6个民族构成。这是先遣连战士写的入团入党的申请书，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涨。好，能主动写入党入团申请书，说明先遣连的干部战士思想觉悟很高嘛。不过，也有个别的干部战士没有写。连长曹海林，还有刘浩学就没有写。三班长问过他，刘浩学说：“连长不写，我也不写。”这叫什么话？这个刘浩学不是曹连长的勤务兵吗？对，刘浩学是个娃娃兵，从小呢就跟着曹海林。这个孩子呢，平时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尤其是不爱参加组织的学习。另外，在这次劳动中呢，也不太爱参加活动。我批评过他，效果一直不好。他一直以曹连长当靠山。
念着呢。人家祥子是蒙古人这么写的吗？你是蒙古人吗？那我就不会写了。我可以去问问刘护理，他可是团支部书记。不许去。这都啥时候了，这么晚你跑到人家女同志宿舍里，你干啥呢？那啥，你把那个一排长的给我找出来。一排长写的那是入党申请书。怎么横着呢？我把入党改成入团不就完了？你为啥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话多得很。去，上班里学习去。哦。电台队王慧琴前来报道。你好，你好，慧琴，欢迎你。你好，徐大姐。我是刘翠翠，你好。你好，刘翠翠。我们刚才提到你呢。提我什么？我们说啊，你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锣唱戏了。徐大姐，你也会唱戏？我哪会唱戏啊，听都听不懂的。来，慧琴姐，我帮你。你是？他是男同志。男。翠姐，臊我呢。徐大姐，我再去报点铺草回来啊。服从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永不叛党。宣誓完毕，手放下。下面请师长讲话。新党员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表示祝贺，特别是对于起义过来的同志。从去年9月25号到今天，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你们在剿匪修路的战斗当中努力学习改造，从一个普通的起义战士成长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你们为全体起义官兵做出了榜样。Şaşkır kal diye bu. İslat oldu cuma ha. Bu atlan oğlumuz divizyadan tallar çıkarken serkatlar tutsa Amerika. Böyle bir şey oldu. Ne? Hey,连长. Hey. 你都把屁股检查过了。检查过了，连长。都是好样的，没问题。常年驻扎在南疆的山地上，但是这个藏北高原冬天我们也没有去过，会遇到啥困难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把这困难想得多些呢。哦，必须保证马匹不出问题。哎，连长，这个没有带过的地方我可保证不了啊。哎，你不能保证也不行。你说这个骑兵没马就像人没腿一样，你没腿能走路吗？托虎提这个说的对着呢。咱们虽然都是骑兵，但是还是要学会用腿走路呢，要不然将来出了问题再学就来不及了。连长，你还真打算让我们走路去阿里啊？多想些没有坏处啊。啊，我是这么想的，明天开始请这个周参谋给咱们训练一下陆地作战的战术动作，以防万一。连长，有句话我得问问你。说。那周参谋以前是咱们连的副连长，人家现在可是共产党员了，你这个连长咋还不入啊？哎呀，警方，人家指导员是惯入党的，他眼睛里啊根本就看不上咱们曹连长。求。师长团长都能瞧得上我，他刘子强算老几？算啥东西？我跟你们说，这个党我还要入呢。
该就不信了。哎，连长，有件事情，你给那个李股长说一说。啥事情？女人不能上昆仑山，要不然我们大家都会跟着倒霉的。胡说啥呢，在这儿？哎，连长，我没有胡说，从来就没有哪个女人上过昆仑山嘛。哎呀，梅儿，你不懂，人家可都是李指挥亲自挑的人，那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啊，对吧，连长？哎，这跟党员和团员没什么关系啊。我们男人受不了，女人更不行，会死人的。哎，有些。